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混沌，现在玩的游戏是宝可梦珠子哦，然后是纸版的。啊，我把那个我试的那几只打完了，那剩下就是锁血战嘛。课要过了，就不录了。呵呵啊，不是呵呵，你已经长这么大。派没有怕，人家台词有不一样吗？好像有。欸，不会是那衣服会变色欸？哪里卖的？会变色的上衣。时光机关闭吗？哦，我又锁了。道歉的孩子们。你们办不到的，快逃吧！国图 AI 已由乐园防卫城市覆盖。国土 AI 来挑战，乐园防卫城市来挑战了，那会变哦，我之前都没发现。乐园防卫城市，火力二盾，哦，出不来，我的原始巨灵被锁了。那要先。先看他们说话吗？还是我直接派试试看？我没办法使用，这样根本不能战斗啊！我试试看能不能直接派吗？哦，他没有发光，欸，可以啊，所以不用看那么废话吗？哦，好哦，欸，讲那么废话是不是有点过分？不用看他们念台词。我不用看他们的台词，这样没有语音嘛，没有念这样。哦，伊尔顿，人家眼睛是那个电子的，现在才发现，怎么会这样？平常都没发现。机器人的眼睛。哦，变身战斗形态。哪一招打比较痛啊？我偷看一下。电龙，那龙属性吗？哦，长期引擎，翻开 buff， 大家都是强直引擎。哦。龙啊龙嘞，有龙的招式吗？啊，力量宝石吗？啊，反正是锁血啊，直接剧透锁血，还是其实会输啊？比如说撑住个二十次之后就输掉这样。对战形态。这应该打不痛吧？闪电猛冲，凋零殆尽。我还打我比较痛，欸，不公平啊！这是个不公平的战斗，打他痒痒的。这个有没有会？没有，挺住。他已经爆发，而现在没有属性欸。
破坏我的热源。我充电，为什么你有充电我没有？为什么？我考回家特防，这样怎么打？痒痒的。好讯效果结束了。等下哪里不妙了？你哪只眼睛看到不妙了？还有一半以上的血。因为梦的基石吧。为什么你有破坏光线啊？犯规，那到底终极的招式？只有四招，然后都打不痛了。哎，这剧情杀、啊，上次打的还不够久。反作用力，我破坏光线。我打得越来越痛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哦，太精华，哎，是剧情杀哦。因为我上次有放太精华、啊。我忘记了，说属性增加，剩一滴血这样。嗯，太金爆发，这才对嘛，龙属性。KO 倒了，战胜乐园防卫城市，战胜萤幕保护城市。这片白要好久啊！哎，哦，也没有那么久，不失控了。回来了，孩子在那边抖。哦，要走了。哦，破关了！又把书拿走了。听说图书馆还有一本，我还没有去看。正版的书被拿走了。欸，原本。那本书要怎么讲比较好？最初版本的纸质书吗？消失了。
哦，帕迪亚再次获救了。不去吧？诶，我上次选什么？我先走吧，看看，一模一样吗？酒吧回我们的家。好吧，那后面音乐要播一下，我看到底那版权有多严重。如果被消音的话，就是吃黄标之类的。我还有一小段嘛，然后才是那个版权曲的音乐，会被版权警告的音乐。哦，这个黑屏很久呢。他是不是读动画都要这么久？还是我要按一下？好像不是按一下的问题。好久、哦，这起码一分钟。哦，这段往后面可能静音吧。想到了什么？走了走了，这样就一周目完结啦。
诶，完了，那最后一张图好像没截到就没有，对不对？哦，又回到宿舍，我本来要查什么，突然忘记了。啊，我要查珠子大师球是不是只有一颗？以下同学请注意，无复制 bug 哦，最新，大师球只能一颗哦。现在队伍里面好像没有降特工了，那我想想，好吧，大师球只有一颗哦。那我等一下存档，然后大师球早晚读档，好不好？我收台再慢慢抓，不然可能要搞很久。那就大家自己决定要不要用那颗大师球。目前看起来游戏里面只有一颗。哦，来了，大师球。这好像目前只有这里有一颗，不然就是用复制，不建议啊。那个好像已经改掉了，不能用了。所以，不然还没有办法拿到第二颗。大师球取得。哎，有人校长没拿到大师球了。哦，他还没全破。大家是不是以为打完那个八个大满就算全破了？好吧。哦，这个是要三条线都解完，然后巨坑走完才有。哈哈，血分不够。都旷课啊！好吧，大师球目前正常应该只有一颗啦。之后官方不知道还会不会给那个剑盾，好像有两颗嘛 ，BLC 又一颗，然后那个抽奖好像有机会抽到，我没抽到过。欸，这代好像没有抽奖，对不对？问号问号问号，哦，是我们的野池。哦，要开大会了吗？那大会要开的话，要二周目的八个道馆打完，然后再打赢几场啊？四场吗？我忘记了。总是要赢蛮多场的。哦，那这个纸板的我可能自己打掉了，应该跟猪板的差不多嘛，就颜色不一样，制服颜色不一样。哦，道馆巡查。那个，我有说法自己打一打好了。路卡利有一个剑舞，等级高一点应该就可以都清掉了。没什么大问题。就可惜剑舞不能自动放，还可以挂机。
很好。然后这样一周目结束了嘛，可以去开那个看那叫什么个体值的方法，还有什么坐骑可以变成那个对战形态，它那个巨坑底下一个阶梯上面还有一只密尔顿可以抓，一只封面神兽可以抓。哦，都弄一弄就收彩了。我先把自动存档关掉。哦，选择密尔顿就能在对战形态和坐骑形态间切换。我先把自动记录关掉。我等一下会用大师球抓，然后阻挡哦。OK 的嘛，假装我们用大师球抓了，结果下次打开啊，怎么不是大师球？哦，我先看一下那个评鉴系统。那就一周目通关之后，到那个宝可梦中心讲讲话就有了。噔噔噔噔噔。哦，名人堂徽章评定功能已经开放了哦。按加键就能看，这应该是个体值没错吧？然后到这边按加，太完美了，太完美了，三不一。等一下，这个只有一不一哦，为什么这么惨？这样对吗？按加齁，然后那个密尔顿可以变成对战形态嘛，这个就是那个 bug， 它应该已经修复了，是这样，到这边变成对战形态，好，好像已经修复了，不能用，我看一下它的能力。哎呀，这边不能看哦，然后再按一下，回到坐骑形态那边坐骑了。那这只是不能交换的，哦，因为你交换就没有坐骑了。能交换的要去那个巨坑下面抓。哎，评定坐骑嘛。好，那我过去那边了。应该不会迷路吧？我已经去好几次了。欸，好几次啊，去了两三次欸。我去下面闲晃的时候有路过。那我用那个，还要再讲一次吗？重要的事情要说三次。我会用大师球抓，但是会独挡。私下再用别的球抓齁。大师球大家自己决定怎么用。我没有办法对你的大师球负责。哦，传到第四层，就最底层。自己的大师球自己负责。跳下去嘛。我在前面而已啊，这么近。为什么我之前在那边晃半天啊？就在这个阶梯上面而已。傻眼，我第一次来晃了几圈啊，我都忘记了。诶，铁臂膀，等一下抓一个回去。好，然后再讲一次哦，我用大师球抓可是会独挡，还是我连独挡画面也捡起来。我那个自动存档关掉了，它没有关的话应该打完会存档。哦，诶，我要对话。不是撞一下，还要按一个 A。哇！那这个用降一下特防就可以慢慢抓吧。反正我那个主板是降完特防，消完血再抓的。欸，特攻啊！哦，讲完特防，好像哪里不对，原来讲错了。
哦，大师球，我会独挡哦。大家自己决定要不要用。然后那个坐骑那只是精灵球啊，它也不能交换。然后那个纪念球的话，我猜那个 Pokemon Go 有机会之后会开放哦，只是不知道等多久啊。那个球就是纪念球，所以纪念球以后应该如果 Go 有开放的话，就没那么稀有这样。好、哦，那我抓起来嘛，我有两只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玩到野餐，野餐不会自动存档吧？哦，压死。哦，那它球种在左上角嘛，是大师球，强直引擎。哦，我独挡哦，我有独挡哦。拍摄画面疑似有独挡这样。哦，那我收台在自己把它抓起来，不然要弄很久。嗯，那我现在应该没有降特工的宝可梦，拿起来还蛮麻烦的，要不然就是嗑药，为了抓一只蜜乐顿，然后把防御吃满。哦哦，那个我收台再把它抓起来。那差不多就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